Hello YouTube， 大家好啊！咁今日咧同大家睇睇小七嘅題目咯。咁事不宜遲啦，咁去到第三次小七，第一條啦，你當係如果你平日睇嘅，當係練習咁做啦。好啦，一粒一枚竹色，好啦，係乜都好啦，總之係鑽石，價值係好易嘅。OK， 好啦，隨住佢嘅重量 W 嘅平方正變。OK， 好啦，即係話咧。V 隨住 W 嘅平方正變咯喎 ，OK， 好啦，咁即係話咧 ，V 等於 kW 嘅平方啦，好啦，佢話已知一枚三卡重嘅鑽石 ，OK， 價值係咁多，好啦，重量 W 卡咁係咪啊？所以咧，即係話當 W 等於三 ，OK， 而 V 咧。就會等於315000嘅喎，代數入去即係話315000咧，就應該要等於 k 乘翻三嘅平方，即係話315000就等於9 k 咯喎。OK， 好啦，撳埋計數機俾大家睇咯，3153个0除翻九，答案就35000啦。OK， 所以咧 k 等於35000，所以 V 咧就等於35000個 W 平方啦。OK， 咁 A part 咧我哋就完成嘅喎。好啦，去到 B part， 佢話一枚四卡係咪啊？一枚四卡，即係話 B part 當卡數係 W 啦 ，W 等於四嘅話咧，咁跟住點做啊？好啦。留意咯喎，所以咧，我哋就話 V 等於35000乘翻四嘅平方，即係咧35000乘16啦。答案咧就560000啦，所以咧呢度就560000。OK， 所以咧因為文字體啊嘛，價值就等於56萬啦，記住俾個錢嘅符號佢啦。留意咯喎，頭先嗰 part 其中係呢度寫喺度啊，其中 k 不等於零。OK， 好啦，跟住去到 C part 咯喎。C part 你要睇下咯，兩粒兩枚係咪啊？兩卡嘅兩個兩卡，就你唔可以當佢一個四卡咯。所以咧，我就要分開做啦。兩卡我做一次先。好啦，當 W 等於二 ，OK， 所以 V 咧等於35000乘翻二嘅平方，二二如四啦，係咪啊？好啦，所以咧將35000乘翻四等於140000，呢度咧就係140000啦。所以總價值嗱，頭先講緊係一粒啊嘛，就等於。二乘翻一萬啊 ，sorry， 140000啦，所以等於280000啦，咁多錢。如果你一開始擺個四落去，就變翻 B part 咯，呢個就唔係我想要嘅嘢啦。咁 A part 完成咗啦，咁我哋咧就睇睇 B part 啊 ，sorry， 睇有一條完成咗，我哋睇下第二條咯喎。好啦，第二條亦都好簡單嘅題目嚟嘅。咁照亮一段道路啦，燈柱數目係 n。N 係點變啊？隨住咩咧？兩支雙輪嘅燈柱 D 距離反變 ，OK， 即係話 N 咧隨住一除 D 反變咯。好啦，跟住當 D 等於4.5嘅時候咧 ，N 就等於100。代留依度留一步啊，所以 N 等於。k 除 d 啦，其中 k 不等於零。好啦，代翻入去嘅時候，所以100就等於 k 除翻4.5啦。咁用計數機將100乘翻4.5，呢個係同學最弱嘅一部分，乘上去，所以咧450就等於 k 啦，即係話 k 等於450啦。
計完之後塞翻入去，所以 n 等於四五零除 d 啦。咁依個就係 A part 啦。B part 佢話咩咧？如果兩支雙輪燈柱距離六米，距離六米咁即係點啊？而家我哋就知道啦。當 d 等於六嘅時候啦，當 d 等於六，咁我哋計咯喎。n 等於四五零除六除六啦，所以咧四五零除六就會等於七十五啦 ，n 就等於七十五，所以燈柱數就等於六啊 ，sorry 七十五，燈柱數目係一字字去睇嘅 ，OK， 所以就完成埋。第二條啦 ，OK， 好，希望幫到大家啦，好，下一段再見，講埋剩翻嘅兩條 ，OK， 拜拜。